今天为大家试驾车款是小改款的 Škoda Karoq， 我们人是在台东参加原厂的公办试车。我们分配到这台是水泥灰啊，这应该就是水泥灰嘛。这次是小改款，但是它还是做一些蛮大幅度的改变。第一，我们现在不知道价钱，因为它十月上旬才会发表。第二个，我们也不知道它的等级有什么，目前知道的就是引擎只有一个规格，在2020年有少量引进那个2.0大马力的版本，现在确定已经不会来到台湾了。来到台湾就是 1.5T， 也不会有柴油了，也不会有四传，统一都是前轮驱动的版本。那Škoda这个车厂啊，因为战争的关系，它受损，它受影响的程度可以说是欧洲所有品牌里面最大的。第一个就是它的门板，就是每一个门饰板的工厂整个被烧掉了。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说传统车辆的那个线组，我们讲那个漏重线啊，那个线组的工厂也烧掉了，还是不知道是烧掉还是因为在乌克兰的关系，所以它被打掉了还是怎么样，所以它影响非常的严重，也造成在台湾啊每一个车型的缺车情况目前都还没有办法解决。那我想这台车因为快上市了，我想业代应该有偷接单了啊。如果你想要一台欧洲进口的中型 SUV， Škoda Karoq 这台车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们来介绍它的外观，它外观看似没变，其实改变幅度还蛮大的。虽然车身尺码维持跟上一代类似，包含了轴距也是一样，不过你看它整个车头造型，首先第一个比较外凸的水箱护罩，那因为我们今天试驾是 Sportline 的版本，所以它有黑化的处理。第二个部分更明显，就是它的头灯，你在没有启动的情况下，你看它整个头灯的造型呢，尤其是头灯下方这个渐层式的造型，有点像是割了，应该不能讲割双眼皮，应该讲说你把眼袋卧蚕那个地方做了一点修饰，所以让它整个车头看起来会比较有精神一点。第二个部分最重要的，这一次我们试驾的版本，听说未来有两三个版本 Matrix 头灯都会是标配，目前还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不负责任的。它具备了多光束的头灯，我们昨天晚上到台东，然后开了一个多小时的台东的道路，台东道路大概只有在比较主要的城市才会有路灯，如果你在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连接的路段是没有路灯的，这个时候啊，你就可以知道多光束好用的地方。第一，看得更清楚；第二，看得更远；第三，完全不会影响到对向或是同向的驾驶者。然后另外，当你今天在市区巷弄间缓慢的穿梭转弯的时候呢，它还具备了转向辅助灯的功能。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的辅助驾驶，透过厂徽下方这个黑色的饰盖，以及前挡风玻璃上方的镜头，它可以达到 Level 2的辅助驾驶，包含了车道居中，包含了全速域的 ACC 刹停再启动，以及车侧的盲点。我们接下来看它的车侧啊，车侧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前方的叶子板告诉你它的规格 Sportline。第二个部分，它的后视镜，我认为这是一个缺点的，它的后视镜啊，体积非常的大，加上 A 柱。造成你在左方的死角呢，面积会非常的大。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昨天跟我同事在聊，我说我每次开 Škoda 车子，不管是在欧洲当地或在台湾，在夜晚的时候啊，我常常会被一个东西吓到。这个，它这个是一个很贴心的配备哦，但是因为它是透明的亚克力，当今天晚上不管是路灯或是同向十字路口的其他车辆的灯光，正好反射到这一块亚克力板上面的时候，以我的身高，我的驾驶视野刚刚好会被这一块的亚克力反光所影响，我会以为是什么，我以为是我左边有一个十字路口的车辆冲出来。后视镜上整合了 LED 的方向灯，包含了盲点，包含了下方这边有一个 CCD 的镜头，所以它具备了360度环境。它全车都是黑化套件的，因为是 Sportline 的关系，所以包含了车窗外框，包含了前水箱护罩，包含了上方的行李架，都是黑色的镜面烤漆，只有在门板下方这个黑色的防刮材质，它并没有做黑色的镜面烤漆处理，包含前保险下方也是。车门的感应钥匙只有前面两个门，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在行李架中间的天窗统一都要做选配。在整个车侧，因为腰线以上的线条
加上整个门板的凹陷的一些线条造型，你从车侧看啊，尤其车尾最明显，从上方的尾翼一直延伸到车侧腰线，这个线条会延伸到后方的尾灯，然后整个造型看起来，你在视觉上虽然车身尺码没变，但是在视觉上你会觉得它的车比较长一点。悬吊系统前麦花臣后扭力梁，后方是非独立悬吊，刹车系统一样是四轮碟刹，轮胎的配置215/50R18，轮胎并没有前后配。我觉得这个水泥灰会是未来 Karoq 销售最好的颜色，搭配了黑化套件啊，后方已经没有那只鸟的厂徽，但是Skoda 的字样包含了 Karoq 的字样都是黑色的，这个黑哦，你在 Audi 选配的价钱吓死人，但是在 Skoda 上面变成是标配了。整个尾灯 LED 包含序列式的方向灯，在驾驶座那一项的左方左下方是后方的雾灯，右边就没有，我不知道如果是右驾的话雾灯会跑到右边来。然后上方有一个尾翼，然后一直延伸到整个车尾的造型设计。其实 Karoq 上市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在捷克试驾的，我那时候说哇，这台车一定会很卖，因为它的线条啊，包含它的整个车身造型，首先第一个就是它那种钻石切割般的整个车身线条散布在全车四周周围，包含了灯具，一直到现在它还是有些坚持，不过有些地方被修饰的比较圆润一点，包含了保感比较突出的造型，这个会让你看起来车身会比较长一点。我那时候说这个车一定会卖，原因就是它有别于其他日系或欧系的 SUV 的设计，它的设计有它的亮点。第二个部分就是我认为这样子的车身设计呢，你在都市或巷弄间穿梭的时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加上这次这个颜色，这台车应该会是大部分人可以接受，而且大部分的买家首选的车色。我们来介绍它的动力规格，一样没有油压顶杆，但是有隔热棉。这具引擎是4缸1.5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它是 1.5 TSI 的 EVO 引擎。这个引擎几个特色，几个科技。首先，第一个空档滑行，第二个气缸休止的功能，而且它的气缸休止功能，你如果实际去开过，你完全感受不出它的休止和再启动所产生的不管是抖动或噪音，你完全感受不出来。随着引擎科技一直不断的进步，加上它0.30的风阻，所以可以创造出的油耗表现，一公升可以达到非常惊人的17.6公里，这个数据又比上一代更进步了。搭配变速箱是7速的双离合器自手排变速箱，最大马力150匹，扭力25.5公斤米，0到100加速8.9秒，极速可以达到210公里。然后Skoda还是有些贴心的小配备啊，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尿壶式的雨刷水的添加口。我们来介绍它的空间机能，首先它有脚踢感应的尾门，开启关闭都可以。打开之后，整个平整性表现还是维持 Skoda 一贯的传统啊，表现非常好。而且它开口很低啊，所以你搬取物品的时候，尤其我们公司那个摄影箱，你在上下的时候会比较轻松一点。然后上方有一个帐板，这个帐板可以把它收起来。两侧各有一个倒平64椅背的拉杆，这个非常的贴心。而且它有一些分层的一些小的置物空间，包含了挂钩，你可以很方便的做任何物品的归类和放置。另外后面还有一个12伏的电源供应。帐板打开下方，它等于是双层的设计。如果你需要比较高的车室载物空间的话，你可以把它收到下面那一层。在椅背没有倒平的情况下，可以达到521公升，倒平之后1630公升。我们来看它的后座，这是因为是小改款，所以它的车身尺码其实是没有改变的，包含了底盘的形式都是一样的啊。不过还是为大家丈量一下，你看它膝部空间，一个拳头三个指头。我们公司有一个190的，等一下请他来示范一下。我175嘛，我的空间是这样子，一个拳头和三个指头，头部空间哦，头部空间非常好，超过一个拳头多，也是大概有一个拳头，快接近两个拳头了。不过地板鼓起的面积稍微大一点，因为它在欧洲还是有试传的版本，来到台湾是没有了，都取消了。中间有一下方有一个传统的电源供应，但是 Type C 在哪里啊？后面没有 Type C 啊。它前面啊，
后视镜上方那个基座也有一个 Type C。我要是Skoda台湾啊，我就去跟，譬如说像Garmin、像Mio这些在台湾做行车记录器的，跟他们整合，就是推出那个台湾专用版的行车记录器。你只要短短的一条 Type C 的线，你就可以跟主机连接，就是行车记录器的主机连接，不需要像以前还要走内装去走那个保险丝盒那边去拉线，然后还要去拆内装，现在都不用了。它旁边就有一个 Type C， 很方便。然后到后方呢，一样全部都是皮质的材质。如果你有注意国外的汽车资讯的话，其实 Car Rock 还有一个版本，也不是说还有一个版本，它有一个座椅的设定啊，就是它这三张座椅，它可以独立的拆卸。台湾没有进，那我问了原厂为什么不进那个，他说第一个就是台湾人可能不太会需要用到那个独立座椅。那三个独立座椅的好处就是在便利性上呢，它还多了椅背可以角度的调整。那如果说像三个连在一起的座椅就没有这样的功能。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如果你是三张独立座椅的话，这个会不见车侧的气囊，所以气囊会从九颗变成七颗。那我认为以便利性和安全，虽然气囊不见得一定安全啊，和气囊数比起来，我想台湾的消费者应该都是选气囊数，所以原厂并没有进那个三个独立可以拆卸的座椅那个版本的 Car Rock。然后还有一个机能性呢，对于小朋友来说是很好用，就是前方两张座椅椅背后面会有两个独立的餐桌。那中央扶手打开，有两大一小的杯架，而且还有一个后方的通道。你看它这个，它有很多很贴心的小东西啊，就是会让你觉得这台车它在设计的时候啊，确实以人的考量为出发点，以人用车的考量为出发点。然后后方有两组 Isoface， 整个座椅的发泡棉的厚度是够的。坐在后面是不会不舒服的。椅背虽然不能做角度的调整，不过它这个角度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后方在 B 柱上有两个小小的挂钩，而在后方把手啊，就是左边这个把手，车顶把手旁前面这个洞啊，这个也一样是那个置物网。如果你把后座椅背倒平的话，这个置物网就会防止你车辆刹车的时候，后方的物品会往前滑动。我们来介绍全新小改款的 Car Rock 的内装哦。首先，因为这台是 Sportline 的版本，所以它有一些特殊的配件。然后一样哦，因为它十月才上市，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它最后 Final 的规格，包含了这个座椅，它到底是皮质的还是布的，现在原厂也还不跟我们讲。但是配备上大致上会差不多。只会差在几个小细节，就譬如说材质的搭配啦，譬如说这个饰板的搭配会有一些不一样，可大致上会差不多。我们看整个 T 字造型啊，首先前方这个音响主机 9.2 寸，仪表板是 10.25 寸，然后这个主机呢，它具备了无线 Apple CarPlay 的功能，而且啊，它使用操作的方式就是你第一次设定很简单 ，Type C 跟你的手机插上去之后，它就问你要不要配对，配对完之后，最后会问你要不要启用无线的 Apple CarPlay， 就按启用之后，不管以后是有线或无线，它都可以同步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手机，你如果连无线，然后呢，你用 Apple CarPlay 使用了 Google Map， 加上你听音乐，不用太久哦，大概半个小时，手机就会很烫。那手机又很烫呢，那有时候你手机要充电的情况下会更烫。这个时候有个方法，放在副驾驶前方的手套箱里面，因为它那个手套箱里面有保冷的功能，你放进去大概五分钟啊，手机拿出来是冰的。那当然，另外一个它是全部都是繁体中文的，你上面可以做很清楚的设定，包含车辆的资讯，包含了空调，包含了导航，它还是有车机导航啊，有车机导航，有些人还是比较喜欢用车机导航，因为毕竟你在譬如说隧道里面的时候啊，你还是可以做一些，譬如说它有陀螺仪啊，还有车载资讯啊。你在隧道不至于，它有时候 Apple CarPlay 在隧道里面它会停住，比较长的隧道它会停住，但是车机导航就没有这个问题。然后它另外具备了一点点手势操作，不过这手势操作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你只要把手靠近的时候，萤幕的右边就有一个手出来，你倒可以做一点简单的，要很慢的，这个就不会。哎呦，很慢的。它就会有一个翻页的操作，
来打倒档的时候，一样具备了360度环境及倒车 CCD， 然后你可以调整一些细部的颜色的画质。下方空调系统是双驱的，然后后方有冷气出风口。空调系统的按钮的下方有一排的按键，停车熄火、自动停车、停车雷达的开关，然后中控锁还有警示灯。而下方这边有两个小小的三角形的把手，你如果在乘客座，如果你在做一些轻度越野的时候，虽然它是前驱啊，但是还是可以做一些轻度。如果车身晃动比较大的时候，你这边有个地方可以抓。不过它车顶四个地方都有这个把手，有些车厂啊会把驾驶座这个把手偷掉，变成没有，但是它还是维持的有的啊。这个把手虽然驾驶不太会用到，但是还是有的。然后下方有 QI 的面板，旁边还有一个传统的电源供应，以及后面有两个 Type C。现在就 Type C 了，慢慢传统的 USB 都要被取消掉了。变速箱搭配的是七速的双离合器自手排变速箱，它还不是线传控制。线传控制你可能要等到它大改款吧，或者是你要买 Skoda 其他比较新的，像我们之前在金门试驾 Atavia， 它就是线传控制，一个很小很可爱的拨杆。然后变速箱拨杆后面有行车模式，它没有电子避震器啊。然后加上它没有四传，所以它行车模式的切换大概控制的就是两个部分。第一个变速箱的档位，如果你拨到节能，它是一、e、模式 ，A B C D E 的一、哦、一般就是 D 模式。如果是运动化，就 S 模式。它改变了有几个地方，如果你在一、e、模式的话，行驶的过程中收掉油门，在允许的情况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它会空档滑行。D 模式和一、e、模式都具备了两缸休止的功能，但是这个 ACT 的气缸休止系统啊，它有几个操作上的条件。首先第一个，你要达到一定的车速，档位要三档，大概三档以上。第二个部分，你跟前车不能太近，它真的太近的话不会让你启动，因为这会影响到刹车的效能。然后在后面有 Auto Hold， 然后电子手刹车，还循迹系统的开关。在后方就是它精彩的地方，我觉得 Skoda 不管是从小车的 Fabia，一直到最大的七座 SUV Kodiaq， 它任何车型、啊、在置物空间的规划上做的都比同集团甚至其他竞争对手来得好。不管是手机放的地方，或是一些小物品，甚至包含的饮料，像你看这个置物盒，它可以拿起来。其实这是 Kodiaq 惯有的一个设计。它拿起来之后，你可以让它变得很大很宽的一个置物空间。然后这边是杯架，对不对？然后放钥匙的，这边可能可以放笔，然后这边可能放零钱吧。你反过来就是另外一个纸滑的一个小置物空间，所以它很贴心。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置物空间跟它连在一起的，所以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应用。扶手可以做上下角度的调整，你如果没有放饮料的话，可以往前滑移，让它变这个样子。前方仪表当然是数位的，你透过方向盘右边右下角有两个箭头的符号去改变它显示的方式。当今天你按右边的箭头去改变大项目，它大概有分四五种显示的方式。那如果说你要其他的比较细部的资讯，比如说我现在把它拨到传统的仪表，两个双圆式的仪表，然后这个时候你往左边按了，左边这个箭头了，不是往左边按，它就会改变一些细项的，然后你可以上下推。这边这个滚轮就去改变它中间这个资讯幕显示的方式、哦、通常我是拨到辅助系统、啊、因为它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图示，看不清楚，这个辅助系统看得会比较清楚。然后另外它的辅助驾驶达到 Level 2， 但是、哦、它并没有整合在方向盘上，它有部分的功能，譬如开关它在方向盘上，但是你在车距车速的控制还是传统左下角有一个拨杆、哦、所以它这个设定如果把它全部整合在这里不是很好，它是分两边的。然后方向盘后方有换挡拨片，变速箱你可以透过往右拨也可以变成手排模式。大灯有自动启闭的功能，大灯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不过也是一样，每一次发动都要重新去拨一次。如果你要完整的去体验数位头灯，就是 Matrix 头灯，你在每次发动之后，你看到大灯的符号是绿色的，代表没有启动。你一定要往，就是这个方向灯拨杆啊，往仪表板那边推一下，有没有？现在出来了，有一个白色的 A 的符号大灯，这个时候才启动哦、啊。然后如果你现在熄火，
车，对不对？再发动，它都没了。你要再去拨一次，但是很奇怪，奥迪就是一直很亮的，Skoda就是要再拨一次。所以其实这个功能，你可以透过很简单的设定去改掉。我相信大家不会去关掉多光束头灯，永远让它很亮。可是有时候，因为它每一次上车都要再拨一次，会造成大家就是在使用上，你就会要出发前的设定就会多一个动作，这是一个。第二个什么？这个空调系统内循环每次都要按，这是我的开车习惯。也许你们会觉得无所谓，但是我的开车习惯，大灯、远近光自动切换或是多光束头灯，冷气循环我一定开到内循环，然后 Auto Hold 我一定会打开。那这三个步骤有两个你是每一次发动都要重新再按一次，然后另外就是它因为是 Sportline 的内装，所以有黑色的顶棚，包含了车侧两边门饰板上面有一个类碳纤维印刷的饰板。不过天窗都要做选配啊，不管你买到任何一个等级都要，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它的等级，天窗都要做选配，都没有标配。那如果说你没有选天窗的话，前方这边有眼镜盒，其实你如果选的话应该也是有啦，只是眼镜的位置可能会再往前一点哦。然后所有的灯包含了化妆灯全部都是白色 LED 的，两张座椅都有电动椅，而且很难得就是驾驶座和副驾驶都有记忆装置，也都有我认为非常棒的电动摇靠。我最近哦好在意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公司有一台 BMW iX， 对吧？它的电动摇靠你永远都调不好，就是它永远都太凸了，然后它有时候很鸡婆，就是你在发动的时候它又变得很凸，你要再去，而且它没有实体按键，你变到萤幕里面去一直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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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了半天，然后让它消到最后面，然后你再熄火再发动的时候它又凸出来了，然后我用驾驶座记忆装置也没有用，它还是会凸出来，所以我每次上车光调那个摇靠，没有实体按键的缺点就在这里。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两张皮质座椅啊，和我们去官网看了、啊，就是欧洲原厂官网看，它有另外一个比较像赛车椅的绒布座椅比起来，因为它都没有通风椅，所以你大概开个一个小时，你就会非常的热。任何奢侈啊，到媒体手上啊，如果说要调很多东西，感觉很多地方，比如说啊，这隔音很糟，然后可能以后交车要做隔音啊，又或者是内装或是配备上有些不足，你可能要靠事后加装。如果有办法加装的话，就好像你买房子一样嘛，有些房子装潢好了，你只要拎个皮箱就可以入住了，有些你就要大工程去改装去装潢，车也是一样。以Skoda来说啊，这台车大概没有什么好挑的，大概要注意一下就是两个地方。第一个胎压，我们刚拿到了车的时候，轮胎胎压260，其实拿210就可以了。你看210开起来跟260根本两个世界，所以胎压很多人就笑我说一定要讲胎压，胎压真的很重要。一个好的胎压可以让你整个开车的过程那个心情上还有感受上是完全不一样。第二个也是轮胎， Skoda 全车系它的胎压侦测都是走轮速的。也就是说它没有发射器啊，没有发射器走轮速它就不会有数值，所以你没有办法常常看到你轮胎胎压的数值的变化，包含胎温都看不到，你就必须要透过事后去装四个发射器在轮子里面，然后呢另外接一个外挂萤幕，这样大概6000-7000块。那我刚刚打电话给 ORO， 他们说愿意送一个，那我们就送一组 ORO 的胎压侦测器，可是外挂式的。那如果说你不喜欢那个粘液萤幕在前方仪表的话，它有另外一个方法，不过它只能在台北店家施工了，全台湾就台北有而已。它变成是去读它的轮速的数值，然后把这个数值放在仪表板上，让你仪表板可以显示四个人的胎压，但是要10000块，要10000多块施工，然后施工要2-3个小时，所以会比较麻烦一点。那 ORO 说他送那个外挂式的，对于大部分的Skoda车主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安装也比较快，然后也比较简单，所以我们送一组那个啊，然后一样在影片最后呢告诉我们你对这台车的感想和心得，又或者是你是上一代小改款前的车主，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养车过程有碰到什么问题，
越详细越好，越详细你越容易中奖。好，现在210 KPA， 你看它开起来，整个底盘的扎实度、速进性，还有整个稳定性表现就跟刚刚完全不一样了。另外再来一个部分就是它的气缸休止啊，你在低模式或E模式都可以有气缸休止的功能。它的仪表板上方会有一个E口的灯号，它亮的时候代表它现在是气缸休止。那油门在踩下去之后呢，它又解除。这个休止和没有休止这个切换的过程你是感觉不出来的，变速箱跳一档可能还比较明显，这个完全感觉不出来。另外一个就是空档滑行，当今天你收掉油门之后，只有在节能模式才有办法达到空档滑行，在档位显示旁边那个数字12345567那个数字会不见，会取消。再来一个部分哦，我觉得就是它的辅助驾驶操作上呢，当今天你方向盘右边有一个车辆有四个小刮弧的符号按下去之后，它启动，然后你再靠左边那左下角这个拨杆往你的身体这边拨一下，它是不是就启动了？不过这个时候启动啊，并不是很完整。你要完整的启动啊，在方向盘右边一样，就刚刚那个车辆旁边有四个小刮弧的右边有一个车道、车辆还有一个转速、时速符号那个按钮要按下去，它就启动什么智慧车阵穿梭系统。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就是分隔线，仪表板上的分隔线变橘灯。橘色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橘色，它应该用绿色，因为它的 ACC 启动是绿色。然后这个时候就有车道居中、车道维持的功能。你如果没有按这个按钮啊，它只有车道偏移、打乒乓球把你拉回来而已。哦，所以这个是两个的差异，也是你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的。不过你开个一两天，你大概就可以适应它的设定上、操作上的便利性，还有操作的方式。你要改变它的车距的话，是靠左下角这个拨杆，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左右的推杆，它可以分为，我看了几段哈，一、二、三、四、五，五段式的跟车距离的调整。那如果说你要调车速的话，是这个左下角这个拨杆，类似打方向灯啊，右转左转啊，你如果右转的话，一次十公里，左转也是就是减十公里和加十公里。然后如果往你的身体这边推拉一下的话，它一次是一公里啊。那如果说现在假设我定速65公里，我都踩刹车解除了，这个时候你去按方向盘右边这个，我说这个车辆分隔线还有时速表这个符号按下去之后，它不会回到65，哎，它直接以你当时的速度去启动车阵穿梭功能。如果你要回到原本的65，你变成要怎么样？那我再示范一次哈。好，这个时候65，我已经亮橘灯了，对不对？车道分隔线亮橘灯，这个时候完全的 Level 2的辅助驾驶，我如果踩刹车，好，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恢复到原本的设定？要按两个按键，第一个左下角这个拨杆往身体这边推一下，类似打远光灯那样推一下，它到65，对不对？但是车阵穿梭没启动，你要再拨右边这个，再按一下才启动。那为什么不一次整合在一起？我搞不懂，可能要等到大改款吧。把所有的按键全部整合在方向盘上面，或是全部整合在左边左下角的拨杆，或是有什么一键启动的功能，让它不要每次设定都这么的复杂。那这车引擎呢，它的动力输出其实在一般模式或是节能模式就够应付 90% 的路况了。如果你想要有比较热血一点的操控感的话，你拨到 Sport 模式就运动化模式了，其实也就多那么一点点。这车引擎性能表现不会差，但是它就是够用，它没有办法让你去像以前 2.0 那个 EA888 那种引擎，它才会让你有比较好的改装空间，或者是原厂引擎就有比较好的加速性能。这颗引擎大概就是匹配这样的车身、这样的重量，搭配了7速变速箱，它让你整个行车过程、移动过程的顺畅性表现是很好的。不过在冷车的时候啊，这颗变速箱在低档位，甚至你打 R 档的时候，它的衔接上，尤其打 R 档，衔接上会稍微慢一点点。我所谓慢一点，就比如说你在斜坡的时候，你打 R 档，车会往前撸，在衔接上，然后再开始倒退。另外在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刚刚出门的时候的前面一二三档，它在衔接上会有一点点异音，这个大概就是这具变速箱的特色。但是变速箱有热起来之后，这些问题就都没了。像我现在已经开了一段时间，
它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噪音，任何的杂音，任何的噪音，也没有任何的衔接上会慢半拍的问题。我觉得它的底盘也许它不是四人传动，也不是四人独立悬吊，但是底盘的稳定和扎实度的表现，以加上搭配的车体刚性，搭配了 EVO 的引擎以及 0.30 的风阻技术，整体开起来的舒适顺畅的表现确实是非常好。唯一要没办法改，这个也没办法改，就是这个后视镜它跟 A 柱连结，加上我说这一片，那这一片这个白天不会，晚上确实会让我 开车的时候造成一点小小的困扰。我如果是 Skoda 车主，我会把那片拔掉。因为有时候那个反光啊，那个稍微闪一下闪一下，你会以为左边有一台车这样冲过来。以我的视野死角正好看到。好，那最后再提醒一下，就是我们送挂哦，所以你在影片下方留言，我们会送一组外挂式的，你要去轮胎店安装的四个发射器的，加上外挂屏幕的 OR 胎压侦测器，让你在开车的过程中可以一直不断的可以监控你的，可以不断去监控你的轮胎的数值。